元芳的立场就担心中秋连假的学生跨县市反而变成防疫破口，而台南这一家幼儿园就提出了禁跨令，消息曝光之后家长反应两极化。那么在台北就有幼儿园业者说认养是不是太严格呢？那么采取自制表格来追踪家长跟学生相关足迹。画好剪好之后，学员老师会帮你们把它串成一串，像生日会一样。领着孩子创作画画，幼儿园老师口罩戴紧紧，小朋友上课也乖乖戴好戴满，就连喝水也有 SOP。好，来，宝贝们，我们喝水一定要用到什么？隔板哦，记得哦。老师一声令下，小朋友纷纷摆好隔板，互相拉开距离，再脱口罩喝水。面对中秋连假来临，担心家庭出游成为防疫破口，园方也早已拟出招数做准备。足迹时的一个问卷，那家长就会回复给我们。那我们就从这个回馈的表单上呢、啊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家长他们的一个足迹的一个记录。秀出表格，原来幼儿园特别设计表单给家长填写，足迹通通要报备。园方甚至还做成图表统计，认为不必严格到提出禁跨令，也能有弹性的守住防疫网。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这么激烈哈。目前来讲呢，全台北市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。比较南北部，南部发出跨县市自主休假单，北部先做统计，方便后续追踪。因为接连幼儿园染疫，连假拉高警戒，但连假四天，为了防疫不能跨县市，家长坦言难遵守。中秋节本来就是要团圆，在中国人的习俗上来讲，所以应该很难避免回乡下。就知道说中秋节有可能是一个病例感染可能会扩增的状况下，你可能就不会轻易的移动。对，你的前提可能会就先回到自己身上思考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还好啦。家长有力挺也有质疑，毕竟北部幼儿园传群聚，南部幼儿园怕受波及，开出跨县市禁令，后续是否引发其他幼儿园扩大跟进，还得持续观察。记者林汉廷、刘轩台北送报道。